右手边是所谓的中国历史研究院，是几个顶型的建筑。哎嘿，话有点仿照美国华盛顿特区的 National Mall， 左边规划的是会展中心，看到的历史研究院，这边呢是工艺美术馆，再往北是白色的是科技馆新馆，
更好笑的是，工艺美术馆的东边搞了个不伦不类的地下党历史展览馆，我是进去看过一次，很多展品和展示可以做全新的解释。为罪证也不为过。走的就是大屯路，北边是108总站大屯南，这边的两栋楼包括后边的住宅是总装备部的宿舍，原来这里前面还有一个部队医院对外开放，现在也都关门了。路北边就是流亡富商郭文贵开发的金泉广场项目，部分项目至今仍然烂尾，
也就是临街的这一圈楼。大家看看不同的这个核酸检测点的人数是差别很大的。